伊讲伊要请教老师的问题，就是讲隔壁的田园呢有种咸姜啊，但是温室内底这個作物呢，是不是较袂吼？比算讲是不是较会消长？因为原对伊种咸姜啊开始吼，伊温室内底作物呢，佫开始会消，而且无种的时阵佫较袂。哎，讲伊对面的农友嘛是同款的这吼问题，伊隔壁嘛是种咸姜啊，伊同款吼种的作物嘛是会消长，所以老师这根吼。跟这个作物有没有关系啊？完蛋了，他说不要讲名字，还是讲了，讲的太顺了，来，好，好，因为其实吼、哦，所有的，比如讲，是不是会消长的消长吼、哦，这种的这情形呢，啊，咱好朋友一定爱知影啦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伊伫每一个这个阶段内底吼。都是很有可能吼，就是讲迄个季节，迄个有呢，都拢真有可能吼。所以你讲是毋是产地呐种啊？即、這个比如讲你隔壁产啊种辣椒啊，温室内底做不是毋是较会消长吼、哦？那么即个物件呐是较类似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伊外口种辣椒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有分散吼，即、哦。啊，辣椒有的辣椒吼、哦，伊若较大丛，伊就较唔惊分散吼。伊安怎讲唔惊？因为伊慢慢啊一段时间，伊就结束啦。所以伊就所谓唔惊是安尼来，唔是讲真正唔惊吼。听众朋友啊，你爱知影伊嘛是会消长吼，会消啊真凄惨。啊，但是因为伊伫一个阶段就是讲伊若避过去啊，迄个修息会刷。哦，爱得有可能啊，所以即马得真有可能呢。啊，就是讲咱伫即个附近，吼、哦，不一定是辣椒啦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你边啊有种冬瓜，有种即个瓜啊，瓜啊有即个分散，啊，风吹啊，伊得可能呢，伫即个温室内底呢，啊，飞来飞去，吼、哦。那么，比如讲伊种啊是虾米款，啊，即个大概呢，得喂来喂去，吼、哦，即通常是安尼一个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情形伫咧啦，吼、哦，所以。边啊啦，拢无人种吼，附近的拢空的，对吧？还是拢干啦，拢破产吼。深山啦来，拢无啥物物件。啊，那是安尼，你内底温室内底吼，就是啊，即、个继续无，因为你无一个叫嘛，就是你干你啊、做无同款吼，伊就较袂坏掉。比如讲，你边啊拢甘蔗园吼，啊甘蔗伊较袂生即个分散。啊，所以你伫迄附近无含你有相类似，还是讲啊，靠一种的交叉感染的这种作物来讲呢，啊，这通常嘛是会同款吼，就较容易的这消长。所以你讲啊，伊种辣椒爱作物同款的消长，安尼恁有可能拢是种感染病吼，比如讲啊，伊种辣椒啊，你种感染病吼。啊，当然，那以这个叶来讲吼，以这个啊分散来讲呢，伊较爱感染病吼。啊，所以也即、這个啊，会闻味道吼，啊，就较容易的即个产生吼。所以即内底是有一定的一个啊，即、這个关系啦吼。即有时候呢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吼啊，确实是有这种的即个可能性的嘞吼。那么伫这方面来看起来，就是讲确实吼，确实呢啊，有当时啊，那是讲伫即个作物的栽培即个过程内底。啊，咱特别爱小心，吼、哦，特别爱小心。但是有时啊，这无啊多，你边啊要种啥，你敢会当去共阻挡？不可能啊，哈、哦、啊！所以呢，这个还是互相会有影响。无定人伫边啊咧种辣椒，伊嘛感觉你足烦的啊。这温室种感觉要种回归海湾呢啊，这个许辣椒足够消长的，吼、哦、啊！我那伫外口种两丛啊金龟啊嘛足够消长的，哇、啊！这就是一个。啊，环境吼、哦，互相的这种，就比如讲，较早吼，较早呢，啊，拢是有一个有呢，这个问题都比较多吼、哦，啊，比如讲，伫这家家呢，啊，你即马那是啊，问题来啊，吼、哦，较早感冒病啊，要种啊，要种，要种，要种，啊，的，也喂来喂去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一水接一水吼，比如讲，伫，进程吼，你甲看起来，这真济吼，大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啊，这种的一个规定吼。比如讲啊，为热人甲寒人，热人咱今麦讲的就是先讲这个番茄吼，为热人甲寒人，热人咧种，热人咧种啊，所以伊迄、那个啊，那是有着这个吼，有个病毒病，爱的就容易喂来喂去。啊，今麦这个病毒病，爱伊的伫外口的定义就是半。
半导航啊，这种哈，哎，即马感冒日哈，都无啥管啦，做歹管理嘛。啊，伊即落去食，即个粉沙就来啊。啊，像即粉沙来，吼，啊，等到伊遐要飞掉，啊，拄好咱会种落，啊，即粉沙拄好去飞过吼，啊，所以底下走来走去，飞来飞去吼，所以啊，一定爱伫这方面爱改做好势吼。啊，所以有个人讲啊，就是爱改即个做红胎料啊，改吹过安尼吼。啊，吹过安尼就真好势吼，就讲你家己吹过，啥物叫做家己吹过就真好势。就讲风太家下一下较食辣嘞，因为咧粉沙足轻嘞吼，迄、那个密度真正是降低。啊，密度降低时阵啊，伊就较袂遐严重安尼啦吼。所以即通常是有即款嘞一个啊，即、這个情形吼，唔是一定就是辣椒吼，就是讲你。啊，你边啊那种甘麻蜜吼，你温室内底那种甘麻蜜，啊你嘛足食力。啊，比如讲你内底那种甘麻蜜，啊你有种冬瓜，啊你刺猬嘛足食力。吼、哦，这拢有这种的一个规定吼，所以有时啊就是讲啊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发生吼，啊这拢伫咱在卫管理内底啊，真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形吼、哦。这最主要是啊是这个道理啦吼、哦，这提供我哩小做者这参考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若看边啊老人咧种啊，比如讲咧种辣椒。啊，恁咧转药啊，拢爱做伙吼，你一定爱对伊，伊若转药啊，你就爱转药啊，吼，你要对伊这个啊药啊呢，拢爱禁掉的，吼，啊，无伊即摆伊转药啊，迄虫会走，啊，伊走伊就是四处逃窜，啊，就走去温室地，啊，温室地佫安怎啊？真侪所在是拢防袂掉的，啊，防袂掉你就啊，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啦，吼，所以这伫多数是这个道理，吼，即咱。啊，伫互相的这中间，拢会有这款的一个情形的这发生吼。比如讲，伫种瓜啊嘛是同款吼，这拢是同款的这状况吼，就是讲啊，基本上伊那是有相类似的这个作物，啊，就较容易呢互相的这个影响着吼。这个是咱啊，有当时啊，伫栽培管理内底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所在吼。提供，我咱就有好朋友吼，小做者参考。嗯哼。